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，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花期，不必因为别人比你提前拥有而焦虑。如果你是为了月亮而来的，那也不必因为别人满载苹果而失落。有一句话一直是我心底的自勉，每当外界的声音干扰到我内心的秩序的时候，我就会深呼一口气，再默默对自己说，别着急，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。今天这句话也送给你。